晓啦。谈到这些曲子心里会比较难过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你们早上吃早饭了吗？你们都吃早饭了吗？我这几天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几天我都是睡了6个小时不到，一直睡的都特别少。欢迎专业剑桥，我感觉跟这个也有关系，睡得太少的话心脏就会不好。对，咱们就聊会天吧。嗯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。我们家如果家人们有小心心啥的呢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占占榜好不好，一起来占占榜是吧。睡得太少心脏会不好的。怎么皮肤那么好？因为最近睡得比较早，最近确实皮肤变好了，但我还是有点过敏。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。被大哥带走了没有？提到大哥这个事儿就是个伤心事儿，大家别提了。欢迎森林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我自己就是情商太低了，也不会聊天，也不会跟你们互动，然后导致呢大家可能看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吧，是不是？谢谢森林，感谢森林的夸奖。
心里。我经常在想，就是我应该怎么去把这个直播做好，然后奋斗看重才艺。我最近一直有在练琴，耶，现在有亲吻特效了耶，谢谢森林的亲吻，现在可以上脸了。我以为我不是电脑播吗，原来都不能上脸的。欢迎狼来了，谢谢森林的亲吻。慢慢做就好了，不要那么没有着急啦，就是说不想，我干嘛不宠他。谢谢森林的亲吻，就是我没有不宠他，就是说我自己说错话了，做错事情了。刷牙了，我也刷牙了，我早上也刷牙了，身材这么好还担心没人呢。谢谢森林的亲吻，身材这么好，抖音上身材好了那么多呢，不缺我一个是不是？就是你们喜欢我才会觉得我好，你们不喜欢我，不喜欢我的人永远不会觉得我好的，讨厌我的人会觉得我哪里都不好。抽烟吗？我感觉他应该不抽烟吧，因为他的名字叫森林，很清新，比较清新。嘴都亲歪了，哪有啊？我吗？我没有歪嘴，我没有歪嘴。会说话是吗？我真的会说话吗，家人们？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不会说话。欢迎 Only You， 不会，对吧？我就说你不会抽烟。谢谢 Bill 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我们来弹首曲子吧，有点翘嘴角，我笑起来的话好像确实不太对称，但是我感觉大家笑起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。永远就是很标准很对称吧，那样也很丑耶，笑得很对称不会很丑。又有乐器的天分啊，别说了家人们，我的心脏好酸，心脏好痛，这几天真的心情很不好。给大家弹个琴吧，给大家弹个琴，我们来缓解缓解。我有80斤吗？你猜的好准哦，我就是80斤左右。我这个月瘦了14斤。我原来还是那种比较丰满的类型，我现在已经瘦的干瘪了，我感觉就是瘦的很干瘪了，你不水灵了。但我也不想吃饭，真的吃不下，压力太大了。我决定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直播，大家就来陪我聊聊天吧，好不好？其他的观众故意减的，谁会故意减？一个月掉14斤呀、啊，哥哥。是的，我那个就是要好好练琴。我一个月故意减，我要是掉14斤，我就不干娱乐直播了，我去开一个减肥公众号。肯定好多人找我怎么减的，一个月能就是不是一个月哈，20几天。失恋了，我天天跟大家直播，这聊天能驾驭几个人？啥意思呀？我不会聊天吗？我天天直播，我跟谁谈恋爱去啊？我也得有时间啊。我想跟大家谈恋爱，大家又不允许。我跟大家谈恋爱的话，大家有时候来看我，有时候不来看我，我会很失落的。所以嘛，这个感情呢，不能轻易付出。一旦付出了，就会伤心。你们不来看我，我就伤心。
不要再受冷，保持好。好的，我努力多吃点饭，好不好？你多吃点饭，来，我们来弹首曲子吧。还好，该剪掉的都剪下来了，也是件好事吧。瘦了也是件好事吧。太多了，忙不过来。去谈恋爱谈钱吧啊！大家都叫老婆哈，不要，老婆不可以随便叫的，叫了就要负责的。你们叫我老婆要负责的哦，我会当真的。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我们来一首《春梦花落雨》吧。不能再胖，再胖就比较丑了，我感觉。但也不能再瘦了，再瘦的话也会比较丑。老公和老婆这种东西，还有爱人什么这种东西，可以有好多个，不是？呸呸，哎呸，只能有一个，只能有一个。然后，情人可以有很多个，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？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？谢谢森林的千万，哇，相好的，100来斤，但也太胖了。感谢月中的为爱欢情，多了吃醋。确实，多了的话容易打架，容易造成社会问题，社会治安会变不好。我咋保养的？我就是不吃饭，我就是不想吃饭，慢慢的就变成这样了。长得好贵气，我吗，森林哥哥？我长得贵气啊？哪里贵气？眼睛、鼻子还是嘴巴？
谢谢精彩的小星星冠名，谢谢我们森林的亲吻啊！别送亲吻了，好不好？亲的我的嘴有点麻了。我一直亲你们，听不烦呀？这个声音。谢谢我们沉默的灯牌，谢谢蜗牛，早上好，蜗牛，早上好，你家管理来啦！噔噔噔，森林哥哥要不要加个团呀？森林哥哥，我这个身材也是这些天就是瘦，就是不吃饭饿下来的，大家不要学我，这样很不健康。我最近真的老生病，老发烧，总是发烧发低烧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欢迎管理大哥，靠捡破烂过日子，你还帮我欢迎了，谢谢你帮我欢迎。好的好的蜗牛，我们家管理要走了，没有管理了。我们家两个管理就是现在都没在，眼睛还是很大的，是吗？他们就是说他们见我的真人，另外号加团，好呀。他们见我真人就是说见我的每个人的第一面都会说哇你眼睛好大呀，都会说哇你眼睛好大，都三级灯牌了，厉害了。有瓶子纸箱啥的不？有那个破衣服要不要？有破衣服，好喜欢我的头灯，这个灯吗？还是什么灯啊？疫情原因，亲一次消一次毒。没事儿，我相信森林哥很安全的，我相信他很安全的。他很乖的，他哪里都不去，待在家里，是不是？所以没有这种危险，没有这种风险啊，没有这种风险。谢谢我有那太啤酒，康美之恋啊，我练练好不好？我记一下啊，我练一下。让我记一下，我康美之恋。不要，虽然减分。那你都需要什么就是破烂呢？一直捡瓶子和纸箱吗？看美练，我最近一直在有练琴，昨天晚上下了播之后我就一直在练琴，该吃吃该喝喝。那就是吃不下怎么办呀？就是不想吃东西。好的蜗牛，好，要听曲不唠嗑，好呀。这是作业吗？算是你们给我布置的作业吧，每天都会练一练。我们森林出去了吗？他走了吗？是换号去了。谢谢森林的亲吻，哇！瓶子捡茅台和路易十三。那你在我这儿捡不到破烂，就是这种高级的破烂。因为第一个我不喝酒，第二个我没钱买这么贵的酒。送粉丝原味吗？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作假吗？什么作假？现在弹琴的都这么大了吗？还有就是女孩子破碎的心。那你是什么？你是就是抖音就会给就是女孩子温暖的男人吗？你是抖音最会给女孩子温暖的男人吗？来一首半壶纱吧，好不好？咱们弹弹曲吧，大家都被我聊跑了。大家是不是被我聊天的这种状态吓跑了都？我们来谈谈天，不是，谈谈琴。
乐。给不了他们的饭，那你还收破碎的心啊？那你怎么收？是怎么表现呀？我应该这样子得意一下吗？大宋亲了我可以亲一下，大宋眼镜我要怎么？挺熟悉的，刚刚那首歌叫那个半壶纱，漂亮的青子，谢谢蜂蜜哥哥夸我哦，谢谢某人的亲吻，哇，感谢某人的亲吻，感谢我们森林哥哥的亲吻冠名。我们现在又点亮一个展馆了，文化人要有文化人的样子，文化人是啥样子？居然没有收敛吗？我收敛了，收敛了，收了一点点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我给大家发个福袋吧，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谢谢兔子的灯盘，我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哦，大家稍等，亲不过来的我。暂时还是能亲过来的，嗯，暂时没有那么多。我们左上角有福袋，家人们，左上角有福袋，大家一起来抢一抢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加团，大家喜欢我的，我们可以点点关注，加加粉丝团。感谢大家加团，谢谢大家的加团。
方便哥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曲子呀？我们森林哥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曲子？咱们点点曲吧，看大家说的啥。谢谢雪松，哇哦，感谢雪松，感谢雪松的直播，谢谢雪松。一个一个听雪落下的声音啊，好像我有点尴尬哦，好像不太会弹这个，我记一下好不好？我记一下，我下去练一练。谢谢雪松，感谢雪松哥哥，谢谢雪松哥哥的纸鹤语，我记一下哦。雪落下的声音，哎呀，我真是失策了，失策了。咱们就是还没有发展到，就是森林。好的。那这个号可以加团不？没有封印，雪落下的声音。好，我记一下哦，封印哥哥，我下去练一练。感谢雪松加团，谢谢我们雪松哥哥加团。红颜就可以弹，红颜就会弹。那我们弹首红颜就送给大家吧，好不好？送给我们的榜上的哥哥们，因为就是说，我今天好像是直播第二十几天呀，第二十几天呀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二十几天。然后好多曲子我都不会，我原来是个地理老师，我原来不是学这个专业的，所以就是好多曲子没练过。我下去练练吧，蜂蜜哥哥，你明天或者后天来找我好不好？来找我秒杀热巴，我多大了？你们猜呢？雪松猜呢？感觉我有多大？29 50 50岁你也愿意？58，没事，我弹熟悉就好的。那我弹熟悉的，都没猜对。其实我今年已经38岁了。前年刚离婚，带俩娃，龙凤胎，一男一女。是不是？好，我已经告诉你们我的年纪了，大家要保密哦，大家保密，不要跟后面的粉丝说，不然就是我可能就会没办法直播了。这是我的黑料。看不出来。谢谢雪松的亲吻，谢谢雪松的亲吻。我们来一首吧，我们来一首曲子吧。我们一会儿再聊天好不好？一会儿再聊。虽然跟大家聊天很开心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对得起我这个名字啊，我是古筝琴子，还是要弹弹琴的。我们来一首红颜旧好不好？亲子是郑州哪儿的？27区。蜂蜜哥知道吗？你也在郑州吗？蜂蜜哥哥，还是你来过郑州？我听见，听见。我们弹一首《潇洒走一回》吧。夜晚是被爱刺痛戳起着的胸膛。一首《潇洒走一回》送给大家，我们弹完琴接着聊天，好不好？河南郑州的，对。感谢大家加团，你是浙江，这个那个字怎么念呀？我又没文化了，感觉。
的爱你冠名，好听，衢州是吧？衢州我知道了，我记住了，蜂蜜哥哥，衢州，浙江衢州，有机会我去看看。空城退敌，没有听过这个耶，我下去练一练。谢谢大家，肤白貌美大长手，看不到腿是不是？所以说大长手。扣的好听送来的礼物，感谢大家喜欢，谢谢我们蜂蜜哥哥喜欢。我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什么，我弹琴的时候看不到这个弹幕，就是很遗憾的地方，我不想错过你们的每一条消息。让我来看一看，谢谢我们雪松哥哥的爱你冠名，感谢我们雪松哥哥，谢谢我们蜂蜜哥扣的好听，感谢蜂蜜哥哥。衢州，好的，看完了。感谢我们雪松哥的爱你冠名，谢谢大家。大家怎么对我这么好呀？我这几天本来挺不开心的，现在突然感觉有点开心了。爱你。爱你，爱雪松哥哥，感谢我们雪松哥的比心冠名，谢谢我们雪松哥的比心冠名。我们的福袋开奖了，家人们，福袋开奖了，你们投资成功了吗？你们都投资成功了吗？谢谢雪松哥哥，哇！其实我觉得比心也可以，就是，用亲吻代替一下，因为我感觉这个比心的话呢有点这种意思，投资失败了。好了，我再给大家发一个好不好，我再给大家发一个，大家不要跑，我们再发一个，我们再发一个，左上角这里哦，我们一起来抢一抢福袋。谢谢外地人，感谢外地人的加油呀。我们去找一个唱歌的小姐姐休息会儿，听听歌好不好？哈喽，好久不见。对，好久不见。嗯，几天？三四天吧。没有呢，我感觉有半个月没见你了。有这么久吗？嗯，真挺久。可能是我的时间过得好快哦。嗯，我前几天也可能是我没播吧，然后咱俩就不带跑了。我们打个啥？这个不要忘记抢，打个，你说呢？你有没有好玩的？我都可以。嗯。下大雨了。嗯，我也，我最不喜欢听到就是都可以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玩啥。过程你玩吗？我们先说过程吧。好。过程可以跑跑步吧。站起来跑步行，好。好。然后结尾呢？才艺局吧，对面身上好好，整的好像我的就不好一样的。结尾才艺。如果我输了的话，我就深蹲唱歌吧。好，那我输了，我也不能深蹲弹琴啊，我坐着弹琴，给大家弹个曲子，还是我蹲着。然后就外加二十个深蹲吧。好，好，可以的。嗯。做做运动，大早上。嗯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嗯。
好，你这个应该不能再连了吧？啊？你这个版本可以、哦？这电脑版本？邀请我重新，我就可以接受。你可以邀请我一下。谢谢咱们森。就这样吧，就这一局吧。好。嗯。那我闭麦了。哎呀，碰到我的琴。等一下，我来放一个好日子啊！我来放一首好日子。我们放个喜庆点的音乐。我们打 PK 的时候，我最近还在研究，我在研究就是我们打 PK 的时候应该放什么曲子好听，就是好一点。然后我没研究出来，得再去找找。我先放个好日子吧。谢谢大家了，感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帮我占榜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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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十面埋伏，好，我们一会儿回家谈十面埋伏，好不好？我去，等会儿上。你们想看我站起来？你们这些坏蛋，你们就是想看我的。想看我今天穿了什么裤子？等一下啊，我开一个这个，我去把那个调一下，不然你们一会儿看不见我。哎，我今天穿牛仔裤。真的，我站起来过的，这不明白吧？对面上吊，你们也太狠了！想看我站起来也不是不可以呀、啊，就是你们回家之后，我们赢了之后回家之后，我给大家站一站。那还是可以的，哼！欢迎玉佩公子，还有个简单的办法，不许去，谁去了谁就是去打我，打我会很难过的。我家家有福袋，家人们，欢迎新进入的家人们来抢福袋了。谢谢龙的关注，感谢唯一，不是，感谢冠斌的关注，又看错了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啊啊！我要站起来，感谢大家加团，谢谢加团。我们最后十几秒了，家人们。谢谢我们雪松哥哥，感谢我们雪松哥哥的心动节拍，谢谢我们雪松哥哥，谢谢正茂，谢谢正茂。我一跑步，我的头发就散。好，感谢我们雪松哥哥，谢谢正茂，谢谢风华正茂，谢谢森林，感谢我们森林哥哥，这不我我就不感谢了吧，因为都是我们一个哥哥。然后谢谢边缘人，谢谢外地人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杨明的关注。嗯，好，你们想要听什么歌？都行。欢迎爱你哥。都行，你唱你喜欢的就行。嗯。图像被压缩了，可能是因为在 PK， 还是要不然退出重进一下？因为电脑播的有时候可能点进来会比较小。然后退出一下就好了，退出重进就好了。嗯。哎呀，下大雨了，来首 DJ 版的《红唇》吧。应该可乐应该不会唱。什么歌？隔壁泰山。不会。
好，可以。好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他唱歌好好听啊，家人们，我好像很久没听到可乐唱歌了。就是说他那个声卡是怎么调的呀？我有点想去问问他。我感觉我的声卡调得很不好，很不好听。谢谢爸爸，感谢爸爸的爱你哦，感谢我们爸爸。谢谢我们雪松，欢迎维子。那要专业的去调，我还花了500块钱呢，我花了500块钱调我的声卡，就调成这样。欢迎霍去病，谢谢大家给我点赞。我们现在多少赞呀，家人们？我们点到50000赞，我们才十面埋伏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点点赞吧。左上角的福袋还有48秒开奖哦，大家一起来抢一抢。雪松哥吃早饭了吗？雪松吃晚饭了，吃早饭了吗？欢迎星空大海。我们再来弹首曲子吧。没，我也没呢，好巧呀，早就吃了。我早上起来，我还没喝水呢。左上角有福袋，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大家可以一起来抢一抢。大家投资成功了吗？那我们弹一首好听的。谢谢灯牌，水都喝两升了。我们弹一首好听的闲情绪吧，也是都可以的。中了个寂寞，就是咱们这个福袋一开就人都跑完了。谢谢明月的棒棒糖，感谢明月。我们来一首闲情绪送给大家。感谢空姐加团，谢谢空姐加团。Thank you.
提提醒醒给大家，感谢感谢风华正茂给我点赞。好听不好听啊家人们，大家如果觉得好听哦，我们可以就是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，这里那个黄色的小爱心，大家可以加加团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。郑州下了没？下什么？下雨吗？好像据说今天有暴雨来着，我还没有看窗外呢，还没有看窗外呢。谢谢阿龙，谢谢阿龙的小心心，欢迎所有新进入直播间家人们。大家上午好，早上好，感谢我们阿龙的小心心范明。各位百官之珠，谢谢职场不刷，欢迎我们熬夜，谢谢小蝌蚪，欢迎小蝌蚪。谢谢们熬夜，欢迎皮皮鲁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下雨没事，坐屋里看我。我想喝点水，家人们，但是我没有拿水在旁边哎。咱们就是说，要不然我去倒杯水吧。我给大家再发个福袋吧，我们家的人气又掉了的很快。等我一下啊，去拿。好的，那我发个福袋，大家不要走，大家不要跑哦。感谢牧师，感谢牧师加团。我早起的话，我还一口水没喝呢。拜拜。森林哥要去忙了吗？你要去忙了吗？谢谢风华真茂，欢迎阿兰鱼，还想着你能再多陪我会儿呢。好吧，那你有时间来陪陪我吧，有时间多来看看我，给你弹弹琴好不好，拉钩。OK，那我去拿水啦，大家吃便啊，我去拿水。你似乎只想沉默，我在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，无话可说，比争吵更折磨，不如就分手，放我一个人生活，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，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，沦落就沦落，爱闯祸就闯祸，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，你知道就算继续，结果还是没结果，又何苦还要继续迁就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欢迎我们魏总，魏总早上好。我静静坐在你的身后，你似乎只想沉默。早上好，魏总。做车模呀，我身高不够，我身高没有那么高呀。那种来给我冠名啦，谢谢我们那种大墨镜冠名，感谢我们那种。我们这个展馆真的很难点，我感觉。谢谢我们那种的冠名，我们这个展馆剩下的都好贵呀、啊。谢谢我们那种，咱们慢慢来吧，家人们。美院做模特，
你说那种就是画画模特吗？咱们还差九个，九个掌管。谢谢榴莲的小心心。我们来弹首曲子吧，好不好？弹首曲子。弹首曲子送给大家哦，送给我们魏总。主播小富婆关注你一下，你想跟我谈恋爱吗？你是想你要关注我，让我跟你谈恋爱吗？我是事业型女强人，我不谈恋爱，我可是事业型的啊！我要专心做直播，我要专心的把我们家大哥们照顾好。主播有多高？你们猜呢？欢迎星辰，关注你呗，关注你干嘛？为什么要关注你啊？来一首曲子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灯牌。没有没有，190，对，我两米，我两米，两米。那这个是能，那这个是想就能谈的吗？咱不是得遇到合适的人吗？现在这个社会就是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太难了。关注我，你 PK 我，你是主播吗？你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呀？欢迎天行健抖音。你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呀？欢迎修养双息。我们来一首绿水青山梅好不好？大家弹一首绿水青山梅。家人们，我们附带一起来抢一抢，附带一起来抢一抢。野猫行，我问他没说，没有说我自己，他是个男的，怎么会野猫行呢？我怎么没有？我真是冤枉啊！我真是冤枉啊！我怎么没给别人机会啊？我真的好冤枉。好的，风华正茂，时间来听曲子。完赞了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给我点赞。谢谢拒绝所有的暧昧。群里给我发消息，我都回的，我都会回复的。又不是只有直播间嘛，又不说我不直播了，我就不理你们了。我天天都在群里讲话，就除了前段时间心情不好。
神秘人哥哥，可能是因为我说错话了吧，我惹他生气了，以后我们家就没有神秘人了，大家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好不好？大家就开开心心看我直播就好了，是我做错了，我就要付出代价。又没抢到呀，我一会儿再发一个好不好？谢谢 Peter， 感谢 Peter 的夸奖。你们这种在干嘛呀？吃早饭了吗？欢迎东海明珠，早上好。我这几天心脏不好，我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太做得很不对，所以我感觉我是很没有情商的人。大家可以多包容包容我就更好了，大家如果也不包容我，可能真的没有做直播的勇气了，没有做直播的信心了。所以我昨天其实就是这几天心态，可能不是心态，是心情没有特别好，才加饭才是真本事。狂浪的一面，什么叫狂浪的一面？所以就是说我特别感谢家人们还继续支持我，就大家愿意来看我，听我聊天，听我弹琴，我就特别感谢大家。谢谢雨泉生，感谢泉生的小星星。我有时候真的对自己很没自信的，对自己特别没自信。我是觉得我因为就是说我之前是当地老师嘛，在学校跟学生相处不需要那么多。谢谢灵儿，感谢灵儿的亲吻，不需要那么多那种，就是但是我做直播之后我真的觉得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，得罪大哥就得罪了网红路线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已经做错事情了，我已经让
让大哥不开心了，我已经得罪他了，我也自己反思自己了。所以大家就对我就是怎么说，大家就是我生气的时候啊，我生气的时候我不说话的，我很生气很伤心的时候我是一句话也不想说的，但是我很愤怒的时候我会心里就是很难过。感谢良人未娶加团，谢谢良人未娶。心正，对，是的，我觉得外地人这句话说的很正确。不会暴躁吗？最好不要生气。对，我现在很少生气了，我之前很容易生气，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容易生气，但我现在很少生气了。我们出去打个 PK 吧，我们换换心情好吧。好的好的，我不回了，那我不回了，我只是看到了之后我心里很难过。我其实这几天你们看着我在笑啊，但是我心真的很难过的。所以我就是忍不住，有时候我想回复一下，我就也不想说了，说着说着我又想掉眼泪了。咱们就是说真的很难过。Hello， 阿康，终于有机会连上一次了。我那天是我那天没看到，然后我在弹琴。没事没事。然后我们今天来连。你给他改成电脑播了呀？是的，我电脑播了现在。嗯，是吗，慈爱？那咱俩不说这个了。才艺吗？对，才艺吧。过程呢？过程啊，过程的话，你看你方便，我都行。那不玩了，我跟大家聊聊天。行，好的好的。李少爷，你不要再说这个了好不好？是我自己做错了，是我自己做错了，是我做错了，就是但是我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真的我已经就是认识到这个错误了，你总是这么说真的很扎我的心。而且大哥的话呢，他真的人真的很好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我们沉默的加油呀，谢谢沉默。没有啥，就是我说错话了。就我说错话了，反正大家习惯就好。以后我直播间就是有你们，对，有你们陪伴我就很好。就是真的，就是我自己，对，不说这个事情了啊。就是我直播的话呢，我真的是觉得有大家的陪伴，我会觉得很温暖的。不要说这件事情。我们不要带这个节奏了，好吧？就。我只回应这一次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应这件事情。谢谢慈爱，谢谢慈爱，我最后一次再说这件事情，以后我绝不会再说这件事情了。大家就是放平对我的这种。是，谢谢我们那种的兔兔，感谢我们那种的兔兔。就不管未来如何，不管就是我到底怎么样，就是大家就是反正我不想让就是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的人失望。是的，多多多多说得很对，我还是得继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我现在能力确实不够，现在就是不过跟我之前当老师确实不太一样。谢谢我们这种的兔兔，谢谢慈爱。其实这都无所谓的，我只是大家这几天一直会问我这件事情，我就最后回应这一次，就是不管有没有人听到，或者说有没有谁没有听到，我就不会再回复这个问题了。是我的问题，那我自己会改的，所以我们就给我一点点宽容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多包容我一点，我毕竟真的是没有怎么做过直播。
们打 PK， 我们打 PK 干嘛说这个呀？我们打 PK， 我们要认认真真打 PK。谢谢灵儿的亲吻，谢谢灵儿的亲吻。家人们，我们打 PK 了，家人们。哎，我自己进来就有小的耶，大家重新退出一下。好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家陪着我，我觉得很温暖，我觉得很温暖。嗯、但我就是也很感激，很感恩，就是感恩，很感恩，大哥，就是是我对、嗯，不是不感恩，不是不感恩，只是放在心里了。以后我不会再说这个了啊。我不是不敢，只是放在心里。好了，李少爷，你再这样说，我要禁言了，我要禁言你了。真的就没有这个必要吧？一直说这件事情。你们家有管理在吗？他再说的话，把他禁言好不好？我给这总上个管理。等一下啊，这总，我给你上个管理。谢谢雨滴的关注，感谢雨滴关注，感谢我们他错，谢谢他错的兔兔。谢谢我们他做的兔兔。Hello， 嘿、hey, ，那我给大家唱首歌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好，我给大家唱首歌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嗯，感谢慈爱家团，谢谢慈爱家团，胜利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谢谢他错，谢谢我们认走，谢谢灵儿。我的手张开吧，答案出来别犯傻，问一问都回答，是谁先给这份情感沉了家？你累了，我哭了，松开手还是结束吧，剧终了，人散了，看看谁走得比谁更潇洒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有些话不说也罢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再来再去，泪如雨下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有些话不说也罢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原来幸福只是一朵塑料花。好的，一小段送给大家，这首歌名字叫做塑料花。好听好听，太好听了。嗯，有机会我看你能不能跟亲子，我们俩我唱，对，我们合一个试试看。我们家有喜欢对面主播的，我们可以点点关注啊。亲子弹古筝很好听的哟，而且 人美，歌也甜，嗓音也甜。你们大家别忘了给他点点关注哈，家人们。好，那我们有时间常连啊，他。好、嗯、好，我走了，亲子、拜拜。拜拜，嗯，拜拜。哈哈，真的很好听、啊，我们心情好很多了，就是那个声音真的。比不上，我感觉我真的是唱歌有点问题，唱歌有点问题。感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那个李少爷，你别刷屏了，好不好？我本来我是一般我不生气的，但你这样我真的感觉我有点生气了。为什么老刷屏呢？我都看不到大家说啥了，能不能给大家禁言呀、啊？我们左上角有福袋，家人们，左上角有福袋，大家抢一抢吧。我们把这个刷过去哦，把这个刷过去。左上角的福袋，大家抢一抢，抢一抢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欢迎一念永恒。对，哦，可以的，下我都忘记了，我都忘记这个事儿，我刚刚有点忘记了。谢谢大家加团，感谢七贤加团，
谢米果加团，感谢所有加团的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加团，谢谢大家给我认可。欢迎老娘跟你拼了，咱们来一首曲子吧，来给大家弹首曲子。来一首红颜旧好不好，一首红颜旧送给大家。会不会唱歌，我唱歌比较难听哎。画骨头琴好，我记一下哦，我下去练一下啊、哦、我下去练一练。我应该记一下哦。
发骨透体鱼。好了，你要走了，你去干嘛？你怎么说的跟永别一样？有时间来看我，李总。谢谢梦，谢谢孟子元加团，谢谢孟子元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哥点赞。搬砖去了啊、哦，那你去忙吧，你去忙吧，你去忙吧，你去忙吧。有颜值，有身材，琴技出众，何求？太夸张了，狼女，太夸张了。我感觉我自己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呢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就是说我感觉自己还有好多不足的地方，大家要多给我指正指正。哎呀，我以为你要走了，我以为你要跑了，我以为你不来看我了。太会讲话了。那就我觉得狼女真是糖衣炮弹，我要保持清醒，不可以被大家的糖衣炮弹所打倒。谢谢我们狼哥加团，感谢狼哥加团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我要时刻保持清醒，把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这个事实记在心里，不然大家夸我夸太多了，我可能真的会膨胀。咱们不能做那种人，咱们不能就是那么膨胀。古筝主播穿牛仔裤啊？难道古筝主播不能穿牛仔裤吗？给你们看看我的牛仔裤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这个裤子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裤。古筝主播难道不可以穿牛仔裤吗？有这个规定吗？有狼女的地方总有想法。大家都认识狼女啊？大家都认识狼女，狼女是小姐姐吗？是小姐姐吗？那穿啥？她的意思可能是要穿古装。主播跳舞呗，我不会跳舞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主播今天会哭吗？主播今天不会哭的，今天绝对不会哭的，没有那么脆弱。我昨天只哭昨天一天，今天不会哭。长袖配热裤，改天给大家穿短裤，改天给大家穿热裤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关注，欢迎恋恋。真的吗，小哭包？我不是小哭包，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我以后不会哭的。感谢宁宁加团，谢谢宁宁加团。加团，我们家有没有没有加粉丝团的？我们这里有福袋哦，可以抓紧先加粉丝团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我们这里的粉丝团，小黄色的爱心，谁家小姑娘？大家的，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榜四、榜五、榜六、榜七加的，榜八、榜九、榜十加的，欢迎邪梦加团，不要发哦，那是我的黑历史，我的黑历史。狼女走了吗？狼女是小姐姐吗？狼女，我们的福袋开奖了，家人们，福袋开奖了，谢谢狼哥，谢谢狼哥，感谢狼哥。怎么莫名其妙收礼物呀？你想听什么曲子吗，狼哥？谢谢我们狼哥的名字，其实你介意好听是吗？我没有太听懂，又中了个寂寞，投资失败了，又投资失败了。狼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曲子啊？狼哥，
完了，我们这福袋一开又没又又快掉下100了，维持这个人气好难哦。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吧，一会儿再发一个，因为一天好像只能发10个，只能发10个。那我今天发，我下午还要播呢，下午还要播。今天发了几个了？我看一下。天魔八音，好，我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记一下了。天魔八音，我听一下，我记一下。魔八音，天魔八音，好的。然后我现在先听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曲子，好像还是我听过，可能名字我不太记得了。咱们今天已经发了1、2、3、6个了，留几个下午发吧，期待的关注。浅浅的试一下吧，这个快节奏了，要慢节奏好。看一下这个呢，这是古琴版的。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欢迎小张哥哥。这个可以，如果是慢节奏的，我应该现在可以试着弹一下。等一下啊，我找一下。大家的关注，我今天下去，我一定要再多练练琴。我感觉我今天就是大家点的曲子我都不会弹，这有点太恐怖了。谢谢大家加团，早上好，感谢帽加团，谢谢大家加团，就没了。还有一个，欢迎孟子元。感谢曙光。就弹会弹的好了，好的。我下去找一下谱子好不好，狼哥，下去找一下谱子，这个谱子都不太对，你明天来我给你弹吧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下播之后我疯狂练琴，我给你弹个我会的。你要是比较喜欢听，好，你要是比较喜欢听慢节奏的，我们来个忆江南吧，好不好？就是忆江南它也很轻柔。谢谢大家夸我，给大家夸我。好，给你弹一首《忆江南》。
首《忆江南》送给大家。
谢谢蜗牛一首《忆江南》送给大家，谢谢我们狼哥，感谢我们狼哥的爱你，谢谢狼哥，谢谢狼哥。今天我收到了好多爱你啊，大家是不是都很爱我？因为我感觉我说真的是挺缺爱的，就很害怕大家不喜欢我。欢迎所有新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早上弹的有点像是，因为这首歌就是很轻柔，比较适合晚上弹。但我晚上不播嘛，因为我最近就是心脏不舒服，然后晚上要是睡得太晚，我感觉我要猝死了，所以我晚上就睡得比较早。谢谢陈丽，感谢陈丽的热气球，谢谢陈丽。陈丽是第一次吧，第一次刷到我吧，我都没有见过你，好像之前。谢谢陈丽。欢迎大家，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欢迎我们刘帅哥哥，早上好，大家。郑州真的开始有点热了，我现在穿这个衣服感觉好热呀，穿长袖感觉好热。对，我不熬夜，不熬夜，我们出去溜达一圈吧，好不好？出去溜达一圈，嗯，不熬夜。我发誓再也不熬夜了，我发誓再也不熬夜了。我们找一个就是唱歌的小姐姐，我们听听歌去，好不好？看她接不接我的麦。撤了，下次再看我起床搬砖。我好羡慕你啊，狼哥，现在才起床，我今天早上6点多就起来了。那你去忙吧，有时间来看我，我明天或者后天我练一练，我跟你谈。嗯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。你还没起床啊？你们都好，你们的工作都好清闲哦，我好羡慕。你好，小姐姐。美女，你好。你好，美女。我们才一局好不好？第一次认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但是我这个有点唱歌不是专业的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弹琴也不专业的，太好了。两个不专业，谁也不要嫌弃谁了。那我就闭麦了啊。嗯，过程你不玩是吧？不玩了吧。好的，那闭麦了。我看看啊，看一看，看看大家说的啥。谢谢蜗牛，谢谢流沙，谢谢大山，感谢大山夸我，感谢我们用户的小心心，谢谢我们用户的小心心。因为我这个东西跳得太快了，我有时候就看不到大家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占榜，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。谢谢 YWS 的关注。我们一起搬着小板凳往前坐坐啦，然后我放个别的音乐，等我一下下。哎呀，我肚子有点痛。好厉害呀，家人们，我们要输了。我没看到。对对，是我就是在找。我现在就是很不熟悉这个操作。是我现在就是看啊，我在找，等我一下。我找一个什么，找一个什么。大家有没有歌曲推荐呀？我们放个好日子吧。加油呀！我现在就是很不会，就是打 PK 的时候一上音乐，我们来个好日子，沧海一声笑。那我们弹个沧海一声笑，我转个调哦。
谢大家的关注。嗯，是我就很慌张，我在一直在找那个音乐。来吧，我们来就是弹个沧海一声笑，我先转个调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们大家一起搬着小板凳往前坐坐啦，家人们，我们也不要就是太没有尊严。我马上给大家来一首激昂的曲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给我众筹，谢谢大家的小心心。嘿嘿嘿，我把弹的曲弄个曲点好，谢谢我们小蝌蚪，感谢我们小蝌蚪，谢谢小蝌蚪。感谢我们小蝌蚪，咱们就是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，家人们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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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小蝌蚪，把粉吸过来。那我不应该闭麦的，是不是？我应该让他们听我弹弹琴，然后我还得找一个沧海一声笑的伴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爸爸，谢谢爸爸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有时候对方会逼我的麦，那怎么办呢，云峰哥哥？那我就该弹弹了。谢谢我们陈丽，谢谢我们陈丽，感谢感谢林峰，谢谢我们林峰。哇哦，好团结啊，我们家，好开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找个伴奏，找了一整个 PK。我们回家给大家弹《沧海一声笑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感谢我们家所有帮我们打 PK 的家人们，感谢大家肢体语言表达。那我给大家鞠个躬，好不好？给大家鞠个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但我感觉我这个衣服有点不是很那个，有点不是很适合鞠躬，要捂住。这些都得提前准备好。好的，我先准备开麦了吗？好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操了。嗯，好。永远，你永远不懂我。永远你不懂我的难过，我知道你不再属于我。有些人终会被月相遇，有些人终须会被别离。谁是谁生命中的过客，错过了永远不再回来。如果你不能陪我到最后，请不要走进我的生活。我就小唱一段好吧。好听啊，你还说不专业，真的好好听啊。我们互相点个关注吧，然后我们有机会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嗯，你先关注我，然后我看我关注你，因为我是电脑播的，我好像没法。好的好的，明白。我已经关注了啊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去点。拜拜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好。好的，好的，林峰哥哥，
雷锋哥哥，你能不能就是让我关注一下你啊？就是我觉得你，真的教了我好多。等一下，我给你点个关注，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能不能就是让别人关注你。感谢我，也感谢我们陈立，感谢我们陈立哥哥，感谢我们小蝌蚪，谢谢我们小蝌蚪，谢谢雷锋哥的关注。用的摄像头就是相机，用相机播的。我给你弹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吧，大家稍等我一下下。我给你弹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。哎，我好慌张啊！就是我感觉我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，而且我就是这个用电脑播，然后我现在也还不太会操作。看看这个调对不对吧？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这个调。谢谢林峰哥的关注，这个赢了，面好好的，下次我问一下对方，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提醒我一下哦。有时候我又可能会忘记，主要是。赢了也要给你们吸粉，好。
谁的观点呀？微风，欢迎长治久安。积少成多，积沙成塔，积少成多。我们谢谢可以加团，感谢可以加团。我们家人们，我们，哎呀，我肚子好痛。家人们，我们灯牌灭了的，灯牌灭了的，我们可不可以亮一亮？有个叫易阳的大主播，男生女生啊？是男生吧？我听这个名字。男生每天必拿小时榜第一，有时候人气榜第一，这么厉害，那他肯定是人格魅力很优秀。因为我感觉就是大主播都是有自己的人格魅力的。一首《女儿情》送给大家。Thank you.
树哥哥吧，以后我就不叫玉帝哥哥了。谢谢大家，感谢风筝的灯牌，谢谢大家在我弹琴的时候扣好听，感谢你们的鼓励。因为我不是专业的，所以就是你们的鼓励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我自己看到之后我会更有自信，能觉得自己能弹得更好。也就是我不仅在教地理上有天分，我还在弹琴上也有天分，是不是？那个知音是吗？知音我在练习中，在练习中，三郎，有机会我给你展示一下。我的背景音乐总是搞得很不好。我们听一个《一生所爱》吧。不闹腾的，欢迎阿翔，确实确实，欢迎风，欢迎多彩人生，大家上午好。而且我的那个琴好像也有点问题，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调整，我还花了500块钱去调了个声卡，没有啥用，一直在做赔本直播。那我再调调吧。谢谢关注。欢迎多彩人生，大家上午好，谢谢小宝的关注。现在已经快11点了，家人们，你们人气票能不能丢一丢啊？我们丢丢人气票吧。我们点丢丢人气票，我们来就是练习练习这个人气票，说不定能赢点流呢。谢谢风的关注，提前准备好弹的曲子分分类。好的，激昂的舒缓的分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就是最近事儿就是心态的问题，然后我就没有那个啥专心工作，不行，我以后要专心工作了。不能让大家失望。谢谢言无许的关注，感谢言无许，感谢言无许的关注。欢迎小张哥，小张哥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刚刚我都看见你了。谢谢 C 的关注，感谢 C 的关注。完美身材，说实话我坐在这里太久了，有点累了。大家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点赞，都是有一点点的疲惫了。这又卡了，60张送了。好，家人们，我们免费的人气票我们送一送，好不好？能送送免费人气票，我们能打多少是多少。我条件好好，好好努力。啊！我真的这里卡了，我要看这个手机上。谢谢我们雷锋哥哥。谢谢林峰哥夸我条件有那么好吗？我感觉我你有事先下了。好的，那你关注我了吧，就是你让我关注一下你吧。我感觉我要是有勇气做下去，肯定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鼓励我。好的，大家点赞，对，欢迎常来坐坐，感谢行者加团。拜拜，有时间来玩，有时间来找我玩。明月几时有，有人连我耶。你好 Hello、我看你是弹古筝的，所以我就连过来了。我是跳古典舞的，好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比较搭，是的，就过来连一把。好呀、那我们俩先正常玩一局，然后后面再合作一首歌，好不好？然后后面我弹你跳，好不好？好， OK。那我们中间怎么样？中间过程怎么玩？你说呢？我都行。那就谁
劈一条短，你能站吗？你能站吗？可以的。那就谁劈一条短，谁扭腰，好吧？我不太会扭腰，主要是因为我不是跳舞的。没事没事，你那么好的身材，怎么扭都好看。我真的扭得很尴尬的，要不然我们就随便扭都好看的。我们要不然我们单腿站。可以，好吧，经济独立也行。嗯，经济独立吧。好。那我们就闭麦拉票喽。好。噔噔噔，家人们，我又开始找那个打 PK 的歌了。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打 PK 的歌的推荐呀？就是比较那种，就是紧张兴奋的那种音乐，我真的找不到哎。我们听个《本草纲目》吧。啊，这个可以，我感觉，这个可以。调一下。小松哥的关注，来调好了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啊，我要站起来了，等一下啊，我先调个音乐。变成什么单，变成什么环，路有几遍不能太繁忙，是否的时候不能这样乱唱，因为灵感分量没有，还有冬虫夏草，自己的音乐自己非要分量刚刚好。听我说重要过，朝鲜应该更过，翻翻个本草纲目，多看一些什么出产。手臂龙一般过江湖，这些老祖宗的辛苦，我们一定不能输。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，一起唱。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，让我的两个臂膀在这片平凡的面上。中头了，家人们，中头了，站不稳了。
就猜一局吧。感谢我大堂哥，谢谢大堂哥灯牌，谢谢我公主爸爸的保时捷。哎，我们家都太实诚了，就觉得最后几秒没有变 PK 条，肯定就是不会偷的了。都没有想到就变最后一秒变出来了。哎呀，我们点个关注吧，好不好？互相关注一下。好呀，好呀，可以呀。你每天也是早上播吗？是我早上、下午都播，都播。那我也是用电脑播的，我们要怎么关注？搜名字吗？好，我这边有我场控过去给你点关注啊，